小六年三班带来的《白雪公主之美人药的诱惑》，掌声！掌声鼓励！大家好，我是超级无敌帅的独角人万帅哥，我也是。自从坏心的后母死掉以后，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过着幸福又快乐的日子。可是事实有那么的顺利吗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哦，那个白雪公主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，我这个世界第二名魔灵珠灵都比不上。哎，这里刚好有一颗毒苹果，拿去给她吃，我不是就变成世界第一名魔灵珠灵了吗？你不就是那个世界第二名魔灵珠灵吗？哎呦，你认识我哟。那当然喽。看到我手上这颗是什么吗？一颗又红又大的苹果。想吃吗？吃了会更美哟。我的苹果。来哦来哦，看过来哦，新鲜又美味的安眠药。哎，他在卖什么啊？哎呦，小姐，我跟卖安眠药啊。这安眠药什么特色呢？吃了活人会变死人，聪明人会变成傻瓜。你要买一罐吗？好，我想买一罐。哦，只要38欧元就行了呀。请在这里，谢谢啊。再去一次白雪公主她家。哎，你怎么又来了？看到我手上拿的这罐是什么吗？啊，我知道，可是我不认识字。上面写着美人药哦，吃了会更美哟。我看不透。今天，我是健美女，我成功了。我来了。啊，六小矮人回来了，赶快躲起来。我们要来去郊游，打不打不走。是人，那是白雪公主耶。我来试试看她有没有反应。糟了，他没反应。什么？他妈还有没有鼻息？他还有鼻息。这是什么？安眠药。他吃了整罐安眠药。他吃了整罐安眠药。你是谁啊？我是谁啊？不管你是谁，我们是警察。我要以警察的身份逮捕你，喊回警局吧。哦，不要！先等一下，我先打119。现在要处理这个患者，第一个步骤就是给患者喝稀释的物品，例如啊，我知道，就是汽水。不对哦，是要给患者喝牛奶或是温开水。啊，汽水还没有喝完，赶快喝一喝。第二个步骤就是给患者进行啊，我知道，就是心肺复苏术。阿布，交给你了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请公主，请接受我的义务。错，是要给患者进行催吐。哇，还真有量！哇！第三个步骤就是要让患者进卧，公主，用我的肥肉来让你。一错再错，是要让患者平卧，才能维持呼吸道畅通。第四个步骤，送医，并将患者的呕吐物以及吃下去的物品一起送到医院。说，那是谁把安眠药卖给你的？到底是谁？我是一个超级大帅哥。就是他，是你把安眠药卖给他？喂，小姐，你搞不清楚状况哦。我是谁？人人都知道我是谁，我就是那个大帅哥。谢谢。等一下。有证据最重要。什么？这里居然会有一张零分的考卷？小屁，
那是我的零分考卷。毒品在这里，求求你把考卷还给我，求求你不要让我的80岁老母知道我考零分，求求你。好感人，就算还给你吧。谢谢，这是孝子啊。嗯，可是上面写的是可爱小夫妇呢。那是我的零分考卷，还给我。小米，那不是我的。很好，现在已经人赃俱获，和我们一起举报。哦，真是悔不当初啊！万立祥、郑伟伦、陈新慧、谢佳宇、徐亚军、李佩玲、叶宏伟、陈家富、董俊伟下台一鞠躬。